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做好的鱼，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怪物大乱斗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不是，你用我的皮肤，我用你的皮肤，我是不是该说你的开场白？你说我的。好像没有问题啊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木头做的鱼木鱼啊。走开，你走开。好了，回顾一下上期的那个剧情。上期的话，咱们是那个大战了王者基多拉，他居然爆出了那个凋零防空炮台。这个凋零防空炮台，我暂时还不知道它是怎么用的，咱们先留着吧。那在上期好快要的。结尾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跟小伙伴们说，咱们这期要升级一下那个最终支线吗？对呀、啊。先回家一趟吧。我看一下家里的。哎，家里来小偷了吗？我干的，不是家里的钻石矿呢？钻石我块干呢？的，我偷走了。还有多少块？没有，我全都用掉了。你然后我会跟你讲，然后虽然我全都用掉，但是还是没有升级到最后一点点吗？多少级了现在？9级，才9级，我用完了，然后结果只升到了9级，然后我留九了个蚂蚁级，窝，我们可以去挖呀。才9级，直接对去那呀。个王者基多拉或者是女王基多拉的那个树里面，家里面挖吧，走吧。好的，我已经到那个蚂蚁的地形了。再次遇到泰坦生物，我有信心与他一战啊！对呀，我们现在好溜的。诶，来这边，TP 我，我去给你。哇，好多钻石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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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钻石的楼梯，发财快了，发挖财快挖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，我得先到上面去，上面可以挖更多。也对哈，对呀，因为在下面的话，挖的话就走不上去了。4块，直接用最终之剑挖，最终之剑基本上一下一个，一下一块。最终之剑可以挖东西吗？我的肯定天呐！啊，它除了基岩不能挖，其他的都可以挖的。你不要右那怎么键、挖左的？键，是吧？是傻哟！我是不是傻？我身上42块了。我身上我才几块，因为我还没有那个，我还没有爬到最高。差不多够了，我这里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它是几级就满了？好像是需要10级吧。十级吗？那应该差不多够了，是四块就可以升一级了，好像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我身上的已经够行了。了。撸个合成台先。我这边也有24块，应该够了。苹果。哎呦！哎哎，怎么啦？我刚刚不小心九又进了级、一下。10级、11级，好像就是用钻石块围上一圈。我这还有多出来的40块，给你，你也升满了，我也是满了，谢谢哥哥。感受一下黑暗吧。有，被木鱼给砸死了，什么鬼？这最终之剑的伤害，我看一下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造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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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造，数不清的伤害。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走吧，咱我们们去。去趟那边，先去那个，就之前咱们不是遇到了那个，怎么太，TP 我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？你快 TP 我！是我眼睛有问题吗？怎么了？一个巨大的小白躺在那里，我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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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吗？对啊，他应该是一个泰坦骷髅吧？他刚刚在睡觉，我们把他给唤醒了。吓我一狗跳！2万的血量，个十百千万两万，我有信心可以干掉他。你有信心吗？他还在睡觉，他还睡觉。哎，起来了，起来我了，们一起起来干掉了，起他来吧。了！我他坐起来了。对啊，他刚刚在睡觉，我就说呢，他怎么躺在那里？我以为我瞎了，是我眼花。他好像又躺下了。我站起来了。可以打他了，可以打他了。等一下，我截张图先。好的。好像很屌的呀，哎，
他做了一个什么姿势啊？他刚刚做了一个什么姿势啊？他刚刚在打我。他做了一个我是最帅的，我是最厉害的。我的天哪！飞起来了！飞起来了！好多小骷髅啊，诸位。但是他没有伤，没有打不打不着他，为什么呀？没有伤害呀？要打他脚下，打他胯下。好多小白啊，怎么这么多小白、啊？德玛西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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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中。要瞄准他胯下打，不然的话打不中的。我他朝我这里飞过来了，下面一大群的那个小白。真的完全打不中哎，怎么办？哇，这小白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要打中。我根本打不中他。不打中的话是没有伤害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右键一直都打不中他，脚那里打也打不中。要站在他面前，你试一下站在他面前那个，站在他胯下面前，不是站在他胯前。我想说，我这边被那群小白给围攻了，然后可能也许大概，我来了，嘘。好像我也打不中他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跟他刚了。打不中哎！哎呦，我被我自己砸死了，什么鬼？我他会发蜘蛛网，讨厌！不要在他，不要在他面前。不，我的天哪！万箭穿心，快跑！我的天哪，这他刚刚在喷什么东西啊？还有 TNT 的，不要在他面前挂了，不然的话他会那个召唤出那种复活的东西，复活的替身。完了，感觉这个小白打不过，确认过眼神，这是咱们打不过的人。我就不相信了，我一定要把你脚下试一下。哎呀！发生什么？好像卡了。哎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他是雕像，咱们应该可以打他吧？他这个复活的替身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！我这边的怪越来越多了，我要死了！你在干什么？哥哥，你要不要开一个简单点的模式？不要和平，就简单一点的。这个我觉得困难模式我们惹不起，怪太多了。我这不是困难模式，是简单模式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们是怂，是巨怂的，超级巨大，隐形击飞隐形，无敌怂的。等一下，我看过来，左键他看，左键打他看。好像打不过，根本就打不中啊！应该上期那个什么史莱姆泰坦史莱姆是我走了狗屎运才打中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还有蜘蛛网缠着的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可以走了，真的。这是咱们惹不起的，等等。真的打不动，我开创造都打不了他。我好像来到一个不该来的地方。你又来到哪里？那个泰坦苦力怕呢？好像已经没有了。谁说没有？还在好吧？再见！惹不起，真的惹不起，再见。我怎么被你给砸死了？我这无差别攻击，我的天哪，惹不起，这也是咱们惹不起的人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，还是回原来的地方吧。我的天哪，他这是狂暴了吗？脾气这么冲的？可能也许大概真的是狂暴了吧。我揪一个蚂蚁窝回去。打不中，根本就打不中。好了，回去。
等一下，你回主世界了吗？啊，我回主世界了，就在刚才我们重生的那个地方有蚂蚁窝。不是，刚刷出来一只蚂蚁被我轰死了，完了。你是不是傻哟？要不要我过来救你？啊，哥哥救命！你不要回主世界了，这里有好多怪。什么怪？发生什么？一堆乱七八糟的怪，感觉很厉害的样子，追着我一直不停的打。小铃铛啊，小铃铛，怎么了？咱们还是富贵险中求吧，快 TP 我。好的，我 TP 你了。走。你确定吗？走啊。再见。我身上这把那个什么那个，这个虚无镐可以挖那个的。发生什么？为什么你进去就被秒了？我就刚传送过去，准备传送到那个拖地里面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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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有末影巨人，我的精神分裂了，我的精神也分裂了，神经病啊，这虚无矿还怎么挖呀？哎，对了，不是可以做那个？咱们有两个啊，对呀，基岩，我们要不要去打基多拉吧？打女王基多拉吧？女王基多拉等下去再去打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再去一趟。你相信自己吗？你相信自己可以？极限火把还是什么玩意儿？极限火把，你先拿着。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他不会是守着这个门的吧？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刚传送过去就死了，完了，好像完蛋了。我就不信这个邪！我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。我还以为我身上的装备被他弄没了呢，吓我一跳！你应该是卡了一下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末地根本就去不了了，好吧？根本就去不了了，好吧？拜托，大概可能也许，哎，我传送过来了，我就嘟嘟挖方块挖。你现在安全吗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活着，我快过来，弟弟，我快点，我还活着，挖地，挖坑，要死，经过我跟小铃铛无数次的尝试，还是以失败告终，这末地根本就去不了了。我就想笑，不想说话，好气哦，但是要保持微笑。好了，咱们下期的话，我这边有一个那个生生女王吉多拉的生生方块，等下期咱们看，打死女王吉多拉，看能不能那个采狗屎运，再获得这些压缩纪元。那这样的话，咱们就逆袭了。对呀、啊，只要有了压缩纪元，做出一把剑，我们就可以挖很多的纪元，这样就有很多好的装备了。好了，咱们先回家一趟吧。哦，对，嗯，好的。我其实还有一个方法。就是加那个拆解台出来，把这个凋零防空炮台把它拆掉，拆掉之后它应该是用那个，哎对，黑曜石加基岩合成出来的这个东西是，那就有点点好像比较简单了。对啊，咱们箱子里面还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？可以用到的。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。这什么？不知道，随机传送方块，还有个漩涡之眼，不知道干什么的。哦，可以做出巨剑的刀片。这什么鬼 BGM？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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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怎么？接下来的话，我看一下，钻石咱们现在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那个，嗯，龙之金套装，咱们穿上龙之金套装之后就可以飞了。龙之金套装怎么做的？龙之金套装它是需要那个龙蛋分解出那个什么龙之金碎片，然后用那个龙之金碎片合成的。龙蛋的话我们应该很容易弄到吧，毕竟那个末地那么多末影龙好像不止一只。哎，龙蛋的话咱们需要去那里，去那个
不稳定的蚂蚁世界，九层妖塔那个世界的话是有一座城堡，里面是好是有很高的几率能从箱子里面连续开出好几个龙蛋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要去吗？好了，等下期的时候咱们再一起去了吧。来吧，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